读课文。蔡伦造纸。古代没有纸，人们常常把字写在竹片上，很不方便。公元105年，中国有个叫蔡伦的人，决心造出一种又好又方便的东西给人们写字。他做了很多试验，把树皮、草和破布泡在水里，打成纸浆，再把纸浆铺在竹帘上。纸浆干了以后，拿下来就成了纸。纸是蔡伦发明的。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。